分枪别人的。清芳的好茶烘饮了是真好乐，南大关农产营销公司唔但做到再加把拼加工的作业，即卖佫推出家己的品牌，台湾头顶茶。台湾头顶茶赞。台湾头顶茶是透过农民客制的方式，来自海拔1200公尺东顶乌龙高山茶，并且通过农委会茶叶改良团严格检验把关。农产营销公司要利用这边佮大陆产茶的机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南大关的成长是有一个天生的一个好所在啊，咱所生产出来的茶较厚软，所以吼、咱这较耐泡，佮清香啊。咱的好茶，咱嘛有经过咱的毒物来化验了后，拢总保证是无毒安全的，吼、咱的茶是有政府挂保证的。为着这边为8月12日开始为期10天，在大陆中村举办农业博览会活动，南大关农产营销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筹备的工作，希望南大关参展的23个单位会使有好的表现。内底是有咱在地农特产品，有咱的茶米，有咱的一挂这产品，拢优良的产品，咱要提过大陆来行销，转型了后会当讲伫咱。管政府内底加一个交流的一个团队来带领这咱的农特产品会当甲兑换来行销。南投县农产营销公司表示，预算是头一本来结合南投县前往大陆参加农业博览会业务，嘛创立地区的品牌产品，不过真有信心协助农民来开拓市场，提供较多元的销售管道。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